到市面。当然啊，吃个饭。为什么你有煎蛋，我都没有？好挑的，应该要先拌一下。它很多的嘛，也是放的。什么菜了？啊，那叫姜米。哇，那个那多少来了？哇，挺好吃。换个嘴。蘸油酱来，自己动手。啊！要了你脏着行吗？从来在口别的终于吃了他们这种吃方便面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萝卜吧，这是味的，这是口味的，我觉得真的好吃。这小姐姐挺可爱，他语言不通，你放心，没有看到吗？没有。